I'd rather it's you. 想偷什么就可以偷什么来，我直接赢了，哎，Flag is win， 'Flag is win， Rock is you， 所以 Flag 也算是文本，那就 Rock is win。 应该是可以吧，我们先合体 ，Rock is you，Rock is win， 耶、yeah, ，又可以 ，Yes Yes， 又又又 ，Yes Yes， 又又又，过，管他的，过关方式很多种，好吧，能够找到过关的就很不错了，啊，又是这个。他这次又少一格了，有没有？爸爸 is you and open。那我们刚刚是怎样 ？Key， is flag。再试一次。Key is flag。And then。And then， 等一下，我重新一下，往推，推上面一点比较好。Key is flag， 然后之后可以变成我们嘛？然后 flag is you。Flag is you。喂，啊，就没了，有没有？就没了。把它硬推出来。哎，水推不出去，水推不出去。啊，有有有有有有，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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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我们也不需要啦。哎，对，推不过去。啊。推不进去啊 ！Water is stop， Water is stop and shut， 所以我们还可以干嘛？好啊，我知道，我知道，我还没结束，还没结束，大家没事没事没事，爸爸，先回来。爸爸意思。怕，想借用一下又不行，借一下我怎样？爸爸意思 ，you and open， 爸爸意思 ，you and key， 爸爸意思 ，you and key flag 也是 you and 爸爸。Win is and win you, you is win。开在底下。开在左边，
啊，不是开在底下、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又知道了，好不好？大家，我又知道了。来，我们再一次，再一次，真的要相信我。你们不相信我，那我也没有办法。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觉得一开始的应该都还是没问题啊。哇，这还是没问题的。开这里，这样子的话，and 八八 key and win see you and open， 感觉好像还是差一点呢。因为我们没办法说什么 key and win， 应该有个意思在。可是感觉就临门一脚了，有没有？你说洞开在正下方就可以。把整串文字往下推，爸爸 is win， flag is you。可是你整串文字无法推过去啊，你推不过去的啊，你推一个就没了。你说刚刚那个可以去碰钥匙，可以吗？真的吗？我有点呛，你知道吗？我现在，那已经。你们说我们刚可以，要骗我？我这个人很单纯哦。And win， key and win， 不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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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不行啊！不要不要，我这个很单纯啊，你们不要骗我啊！你们说开上方，可是能够过什么？过不去啊！主要是八八 is you 这三个有没有？他就是只能在这直的跑，对不对？你在别边跑，他就不行了。你只要一推就没了，一推就没了。Key is flag and win。win 先推椅子再推 win， 不是意思都一样啊。Open 去撞什么 ？Key 椅子 open， 然后 key 就可以推。所以反正你们现在意思都是一样，是不是？意思一样。好。Key is open。啊！我觉得这才是对的。你们。哎呦呦！撞到！有啦！赢了啦！ Key。Is open， 哎 ，and， key is open， key open 干嘛 ？shut， 可是 key 不能推。我现在越来越乱了。Key is you and open。
不是啊，这就跟刚一样啊，这其实跟刚一样啊，跟刚一样啊。我们今天已经过这关的话，第一把钥匙成了之后，八八 is you and the key， key is you and the open， 八八 is you and the key， and the key， 八八 is you and the key， key is you and the open。为什么你英文可以这么多？来，来，我们来一个来哇，有一个谁有自信了 ？and 跟 open 推进去变成 is open and win。and 跟 open， 好，所以现在的前提都还是跟刚刚我做的一样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先再来一次，我们等一下就以这个步调为主，因为开一个洞，我觉得这也是最有可能的，但就是接下来就有点 K 住了。end 塞进去，好，来 ，end 塞进去。我们现在先回来 ，end 塞进去。那 end 的左边是什么？爸爸 is you and the win， 爸爸 is you and the win， 没有办法啊。就我们刚刚想的吗？这样子，我们就现在这几个步骤好不好？大家有想法，尽管说，把 end 跟 flag 放进去 ，is 进去呢 ？is 不就进去过了吗？那么你一推，重点是你一推，它就不行有了。对啊，好吧，先 key is flag， 然后再爸爸 is 装两个，有没有先这样的？因为刚刚有很多人就是以这个为基准，因为你们好像有些人在讲的又是从头了，我们先这样子看看，能进去把 win 拿出来吗？我也很想。但是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办法，用十字的方法的话，我现在也脑袋认真起来哦。我们能够做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了 ，open 吧 ，key is open， 可是 key 没办法推。Flag is open， 没有 flag 了。Yes。啊。这样对不对？等一下。我必须要说，或许有些人讲是对的，可是我就说，真的，你一定要 step by step 很清楚的说出来，不然当局者迷。你觉得你说的很清楚，我玩就不清楚。你看，也很多人在说各种方法，对，刚刚有几个小小哥真的有说对，可是就是还要学会，就是要能够说到大家都懂，好吧？因为不止我不懂，对不对？但是很厉害，有想到这点，真的，哇，厉害厉害厉害！有没有？刚最后是因为 end 过去没有用，所以一定要让它再多一个东西，所以那 open 就变成用上了，就是 key 等于是 key is open and win， 对，这个我真的没有脑袋卡住了，没有想到，厉害厉害啊，666啊，这个大家如果还有不懂的，好不好？到时候去看那个记录档，相信这款88 is you。也让大家燃烧你们的脑袋，让你们脑袋大燃烧，可以好好的动动脑，脑动动，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好不好？也许下一次还会有机会玩，但我觉得以后如果要玩这个，只能玩一个小时，因为我老了，我燃烧一个小时的脑袋，第二个小时我就会就可能要耍废了，没办法想那么久了，好不好？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来开，但就只开一个小时啊、今天就只是来体会一下，让大家跟我一起烧脑。感谢大家的收看啦，爸爸 is you, you is cute, you are good, you are very good, yeah, 我们下回再会，大家晚安，拜拜，吃巧克力补补脑，拜。